出多蓝剑出的很好了，对啊，因为对面的对线能力太强了，现在辅助第一剑攻不一定要先出弓子装的。 赶紧把第一波线推了，先别管那补刀了，他妈线能推就推。 打对面打 EZ 加加加！这波开始就会有点难玩了。赶紧跑，死哥在后面。哎，没扭掉，就是已经在扭了。 对，说实话，我那下是真在扭的。还好吧，塞纳前面会弱一点，塞纳打到后面会比卡玛厉害的。W 交了就别往前站了。W 交了，他们 EZ 可以无压力的上来的。哎，对线压力是大的吧。 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要不回了？血量顶不住啊，没治疗的。我回了，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跑车不知道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血量太低了。 哎，我他妈卡屏 A 的，压力巨够吧他。 玩不了，我想应该是打不出来的。干嘛？行，得亏你有闪现，这人家这装备。
蛇女这把不好发挥了，有闪现，但没闪现难玩。 还好，这波把他给杀了的话，会舒服一点。你给我个信号，我直接交疾跑的，真的。只要你给我一个信号，我包交疾跑的。 哎，没出来，他有虚弱的，跟他搞。妈了个！哎，老真你妈，枪战游戏，我操！我全是甩技能的，站个中路，好了，要回家了。 这是什么？真是枪战游戏啊！我操，剑魔！ 妈呀！这就是剑魔，剑魔哥，好好好好好。我回来了，焚天剑魔，你是我的神。是吧？早点做女妖吧，女妖是要早点做的。我想吃兵线也是蛮辛苦的。 真玩真不是我 OB 啊，对，真不是我在 OB 啊，是有人盯着我。就那哥们儿，那泽拉斯，大招搁那举着就往我脸上砸。 我真没带 OB 啊，我还在扭技能，一边扭技能一边看 W 放哪好一点。妈了个巴子！对，100块钱是什么？以前锯齿，以前有个不知道什么版本。 卡莎连锯齿都可以卖，那么卖把长剑什么的，卖把长剑，开开心心的度过前期。我回来。
我已经起势了，卡莎现在如果出星石的话，就等到星石插长剑那波就好了，对线会稍微的简单舒服点。 我打不到卡马了，哎，别，应该大不死我，有魔抗的。哥几个撤了啊，哥几个，真不是我懦的，我没蓝了，有蓝我高低再赚300回合，好吧。3 AP 傻眼了吧，3 AP 就阵容选出来。 还给他吃到了，我操！直接出个女妖，谁能挡我？中，啊，没中，啊，去中路出现。中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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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技能有点多啊，技能，对，技能有点多了。妈呀！点了。哎 ，OK。